家的祝福哦。2015年1月，马六甲慈济志工陈瑞群发生车祸，志工担心他病情恶化，将他紧急送院。反正觉得很严重，一定要去跟他照了 X 光头。照了以后，我就发现他有裂哦，就要求他放 ambulance 来载他，载瑞群师姐来了。你看，我才讲，我没有收到上人的祝福。养病期间，陈瑞群一直牵挂，无法出席岁末祝福。志工特别完成他的心愿，亲自送来正言上人的福慧红包，令他惊喜万分。没有想到会有这样子的，然后那种感动的东西出来，我真的没有想到。这次他跌倒哈，每个都很关心他咯，他不可以出去嘛。我们来到这边，他是很开心嘛，就希望他开心，他病得很快好咯。小心呵护陈瑞群到环保站，志工还贴心送上茶点，温馨的关怀，陈瑞群深深感受到。没有想到会有这样多人这样子，这样有心，每个又看我，帮我拿饭拿菜呀、啊，拿什么、啊，总是那种感觉是很感恩，就是了。诚挚情谊好比一帖良药，加快陈瑞群付出的力量。大爱新闻政委人若慧瑶，马来西亚马六甲报道。